你相信啤酒瓶可以穿过人的身体吗？今天给大家揭秘一个魔术，啤酒瓶如何穿越人的身体。那我们先一同看一下这个魔术的表演。我当着你们面，酒瓶从这里穿越肚子。不可能，这酒瓶有没有问题的？没问题，玻璃了，玻璃了啊！我把它用报纸包起来，现在情况。好 ，OK。能看得到吗？能看得到吗？能吧 ？OK， 在这位置，一、二、三，一。去哪了？直接消失了。我相信大家都看完了这一个精彩的魔术表演，接下来就是揭秘教学时刻。那首先呢，我先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魔术的基础原理啊。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有个瓶子，这边是瓶口，大家看到了没有问题，手指放进去的，它是一个真真完完全全是真的啊，货真价实的这个瓶子没有问题。接下来呢，我要让这个瓶子直接穿越到我身体里面。那么这个听起来呢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，是完全不可能做到，但是呢仔细看瓶子在这边瞬间，有没有看到瞬间直接完完全全消失了，这个瓶子消失掉了，穿到我身体里面了。那这个魔术的原理呢，给大家揭晓一下啊，记得没点赞的点个赞。那我们首先呢需要准备这一个橡胶啊，牛皮纸袋，还需要呢准备一个瓶子，当然了你可以拿啤酒完全没有问题啊，拿任何瓶子都可以，重要的是这一个魔术小道具，看到吗？它是一个小瓶子嘴，这个瓶嘴呢可以放在这个瓶子上面，当然了如果你换成啤酒的话，它更不容易露馅，对不对？更真实。那我给大家演示一下，这时候呢你可以拿报纸啊，可以拿这个牛皮纸啊，把它拿起来，那露出来的时候呢，只是露出了这一个小瓶口。那这个瓶子如何消失？只要我轻轻的一松，这个瓶子它就会往下掉，就会掉下去。那这时候呢我们只需要 不用握太紧，稍微挡住一下，那往下落就落到了地上。那这时候此时我们手里拿的呢只有这个瓶口啊和这个袋子，这时候我们把它捏小，靠近我们身体往里一推，就达到这个瓶子啊消失不见了。我相信大家已经学会了这个魔术。好了，喜欢看更多精彩魔术视频的话，记得关注我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飞哥，下期见，拜拜。